生生嗰啲。囡仔的性格，佮头毛安尼真正吼，头壳呆了。我实在是哦，第一遍上好几拜了哈，第一遍上节目看到这个妇女档安在台上打起来的，哈、啊，跟那恁两个娘哈。我闹打起来的。啊，安尼查某囡仔拍爸爸安尼哦。无迄个代志，那可能去拍我，伊也算好意，但这囡仔的小可头壳较巧，啊较白目。啊，现在哈，较白吧，有听到。啊，因为你哦，你都较唱这地是阮查囡仔的歌，嗯、对不对、欸？但是你唱好歹拢另外一回事。我今日为什么要唱这首歌？你敢知？嗯、欸，这谢金燕指定要唱这首歌。我说，哎呦，这个歌我从来没有唱过，这样唱会很难听耶。他因为你唱得很难听，人家才会知道我唱得很好听啊。哎、欸，你看你怎样？我有心机了。哎、欸，乐卡，你这样咧讲出来，我就伤心啦。阮岛囝的人会讲安尼，袂讲安尼，我拢总了解，唔茫安尼。啊，你是会啊，是袂？你唱了袂歹，袂歹、啊。啊，我是歹势，行无够好听。阮两个才出来把你破布。你唔茫安尼讲。转移人家的注意力的。你袂歹啊啦！你将是连续剧，即马拢主角啊，对啊，都是主角呢。落卡呢，那有人叫伊啊躲避的？不是，拄啊唱迄歌时也是足紧张，本来就足紧张啊，结果搁看到恁两个出来，害我笑到你。拢唱唔对啊啦！袂歹啦，袂歹啦，赞啦！今天袂歹哦，袂、欸，真正歹。无啦，你爱甲讲袂歹，袂歹啦，讲袂歹，伊才有勇气。因为那是像较早九零拢当咧唱的时候，迄阵拢我咧主持。哦，啊，迄阵有三个查某的，三个查某特色拢无同，一个贾若男。不计温三啦，徐佳丽、贾若男，我熊海玲啦，是张维清啦。我跟你一起拍戏，我不能叫你马姐，你起码硬要甲较早高凌风去时代人讲出来，我叫你阿姨好啊。唔好，阿姐唔好。那阵的历史，你来叫伊阿哥。哦，阿哥。对，阿哥。哎，龙静跟阿哥，阿哥卡称在哦哦。哦，所以我跟你讲实在，以你的历史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佫念佮会念呐！哎，你当作恁爸这猪肉是呾，三层切起来剩的。哎，哥，那我叫你阿叔嘞，你哪会生？你叫我阿哥。你叫我阿叔，我爱叫你妹妹啦。哦，我叫你马马姑。即马台语讲了，台语讲了袂歹哈。台语讲袂歹呢，那我较早做为演戏演台湾演戏的时阵，哦，台语辣辣的。哦，你演的。那我。那个时候还坐班头，我讲公公语，那时候还讲国语嘿。那时阵哦，那个都要开始拍戏嘛，啊，做紧张诶，嘿。我嘛做紧张。尤其是最怕演哭戏，你呢？我不怕，骗人！我跟你讲，恁早间我们做会在拍戏，谢金燕有一次让我们大家印象深刻哦。台湾演艺。嘿，台湾演艺的时候嘛，啊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很会哭啊，那时候哭眼泪又不够多，不够多画面看起来就不好看。那导演就说，那这样子点一点眼药水来辅助一下，他倒沙缸啊那样。啊，结果一些谢金燕呢，他是也把就是每当干泪，哦，含不住眼泪的，一点下去就从鼻子这边这样流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无啦，迄个是多点眼药水，然后迄个导演讲好啊，袂讲好啊好啊，五四三二。都能讲。我的眼药水掉地把酒啊捞起出来。啊，对，你才。他一个陈美凤演对手戏，陈美凤他靠干，结果往一靠啊，镜头一跳过来，一把塞博捞出来，眼泪没有流出来，鼻涕流两条。结果流两条就算了，他还笑一笑，呜，吹一个泡泡。但是他进步哈，这进步诶，转我改，是安那你改？这算古早以前的代志啦，有个古早。嘿，因为以前哦，因为我是这个广东人，一句台语都不会讲，连那个诶阿里好不，这款拢未晓讲，真的，嘿，这拢未晓讲。迄阵啊叫过来演戏啦，啊种阿兼一个护士啦，阿马苏弟你来做啦。啊，阮规个拢台语的咧演啦，结果干那伊一个国语的尔，但是迄拢爱讲台语啦。哎，刚才嘉琪爱先介绍一个，他演医生啦哈，黄西田演那个演那个病人睁开阿伯啊啦，那这个超得爽的啦。这都是主戏嘛，那我只有一场，他们想说像临时演员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叫来就演讲一句就可以走了那个护士啦。嗯，啊，结果嘞？结果就。黄西田的病作重啦，但是老大人真卡惊，干那要食药啊，啊唔注射啦，啊伊无注射未好啦，吼，脚本是写安尼啦，安尼啊，即伊要来甲做啦，啊要甲注射，啊即马西田啊就
哎呦，煮会听，要煮对，啊，怎么换伊讲啊？伊讲，你讲啥？伊讲，不是，是是，你是你笑啥啦？一个阿伯啦，啊，伊真惊注射啦，啊，来看病，啊，恁爸就讲，不，袂使，你这病一定爱注射，注射较紧好啦。伊讲，安尼唔好啦，恁爸就讲，好啦好啦，你稍等，遐护士小会来甲你注射啦。嗯，安尼伊就徛遐在想讲，哎呦，啊，要注倒，注脚会疼，注脚掌嘛会疼，啊，要注倒，伊拄啊好在想要注倒，我就来啊，护士就来，你就来。笑一讲啥啦？你讲，你讲。我讲的标题啊，你讲的，你讲因为你有这。后来他们就教我讲说，就是说阿伯，你人要趴着这样子，可是要一定要叫我讲台语啊。那我就讲啊，阿伯，你啷趴嘞？你讲阿伯，你啷趴嘞啦？谁点的那？哎呦，我那边住下来，遐会疼，遐会愈疼。规场大家拢笑一下。你那尴尬派。对啊，好坏。可是我也不晓得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我讲完，我还在那边。你们一问我。我也不会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观众笑这么大声。哎，叫他趴着，讲阿伯你人趴的，阿姨都讲讲不变啊。伊讲讲个噪音。阿伯你人趴的。哎，以前咧讲要做个噪音吗？他早讲直接袂讲诶，啊阿伯你难拍诶，安尼就对啦，啊规个大家拢笑起来，哎伊讲也毋是我讲诶，因为他早咧叫都被整，对啊，他们很欺负我，那是以前还是讲这你是听有，怎么就被整？大家囡仔唔捌，啊你诶未熟，该做捌，人这是老查某，所以嘛，哦，我们这伊都查查某，都查某才捌。所以讲哦，这讲台语一定要。常常说了，你一定要练习闽南语，绝对对你有好处。啊，不过台语实在是哦。但是你可以背好啊，你别再讲阿伯你人怕嘞，你别再去讲。哎呦，这二十年前的代志，你讲会记的？哈巴古，二十年前。二十年前，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岁呀，我才三十岁，不是我才十岁，没有我才八岁。哎呀，还要几岁啊？今天秘密都露说出来了，你看。没有关系啦，你哦，你哥讲你几岁人都买啦，以你的体格加你的皮肤，对不对？你正讲要嫁我嘛是买，对不对？买就来啊，我也无咧惊。没有，我不反对。来来来，再唱一首啦。再唱歌，再唱一首。哎呀，要我唱台语歌真的是蛮困难。那我选一首比较简单的好了。嗯。舞伴啊，舞伴，嗯，这个嘛正轰动的歌曲，啊、来，把泡泡过来一点哈。谢谢。